你好，这里是华为游敏客服。我迷路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啊？为什么你不要用 Google Map 或者是 Waze？ 我用的是 Nova 7i 啊，没有 GMS， 能安装的没？可以啊，因为 Google Map 和 Waze 呢都不是基于 GMS 的 Core， 所以可以安装也可以导航。那为什么有个地方还是去不了？你想去哪里呢？去你心里。